香港都好多地係空置閒置可以停車，即係咪一定要喺呢個咁嘅位置停車？唔會啦，呢、這個位置直道啦。啊，我諗附近啲居民會車，因為其實你行前少少有條樓梯上，你再行前少少有條樓梯上，啊、公園都好啦，入面一堆國際學校嘅。同埋專職櫃先讀噶嘛，專職櫃梗係揸車司機車去翻學噶嘛。真係塞得好犀利嘅，如果你話我哋好多年冇規劃，我覺得呢度啲居民應該要求助咯，因為你始終有啲出出入入。你諗下呢度得兩條線來回線，上面有幾多間學校？仲有國際學校，仲有私人大學。係啊，日本學校、英基、漢基、樹人，呢度咧，桂華山、文橋、蘇浙，咁多間學校，你話咧？後班，後班。嚇，仲有係啊。幼稚園咧，個個都子女大過天嘅，個個都揸架車嚟接。車嘅時候就由下邊塞上嚟，炮台山塞上嚟，百福道口塞上嚟。但係塞曬呢度，如果呢度有疏通道，佢咪包？通都唔通，通都唔通，咁簡單。因為你一路路去㗎嘛，只要佢哋停喺度塞住條路，你就去，因為得兩條線。